我还是离线状态啊。哦，即将开始，马上开始了。视频留什么传输状态？我怎么给你分享网址？我就直接把那个网站里的那个名字给你，是吧？对啊，你有直播间呢，你自己直播间不是进去之后有个 share 吗？你看有没有？嗯，我自己怎么看到我直播界面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在看哪块有 share， 我在看，是那个服务器网址吗？我不太清楚，我没有用过这个，你试一下吧。到时候我进去看看可不可以。行。我最近有看周汉南那部剧吗？孤芳不自赏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吧，我把我名字给你。什么东西被喷啊？这电视剧啊，孤芳不自赏，孤芳不自赏。我看看啊。这部剧拍太烂了，演员不是演员，主要是后期制作太不专业了。这个我这个。录制这个是开始串流，这里面怎么一片黑呀、啊？我确实，我这个电脑没有摄像头。不是，不用摄像头，你在左边有个场景，还是有个什么东西？你看一下。你把你那个主界面截图给我，我告诉你怎么弄。就是 OBS 的主界面，你截个图给我，我告诉你怎么点。看一下。我这里有 OBS， 你现在找不到。我现在 OBS 主界面给你了。在 QQ 上。哦，就是场景吧，那里有个来源，看到没？小方框那里有个来源。哪有来源？哦，来源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哦，然后呢？然后那里有个加号，你给他加号。嗯，然后是窗口捕捉吗？窗口捕获。对，窗口捕捉，然后里面选择你那个以下的那个窗口。啊？窗口捕捉添加现有还是什么东西啊？添加现有，然后呢？添加一个就是那个选择以上的那个窗口，一个下拉菜单吧。没有啊。啊？你看。哦，新建，好吧，窗口捕获是吧？确定。确定。哎，那这块有一个红框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红框框你是可以把它拉大拉小的，你可以把它就像一个图片啊，你可以把它拉大拉伸的，就你看那四个角不是你可以拉它的吗？你把鼠标移到边界，你可以把它拉大或拉小的。啊。我懵，等会儿啊，我再试试。The Binding of Isaac Rebirth。这样可以看得到吗？哎，我不太清楚怎么设置，但是我可以看到我那个以撒的。
也很诚实。啊，我不知道在设置什么东西。控制对方电脑。接受。这个，哦，组这么大呀？那我也不知道。哦，这对的。冲口琥珀，这不是对的吗？就是长这样子。对啊，但是这个窗口里面就它边上不是？我看到以撒那有金色的门了，但是关键是这个东西要我先停止串流一下。哦，好神奇啊！我看啊，我现在是什么样子？然后你把你直播的，哦，我去搜索你吧。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了吧？但是相应的我也变卡起来了，我这个游戏都卡起来了。嗯，哦，对，我们还在远程直播，你把远程给关了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就断开。嗯，得断开，下一个好了。哦，那行，我把这个关掉。哎，可以了！哎，这下可以了 ，nice 啊！我操！哎，我已经进入你直播间了。啊，可以的，这个可以看得到吗？嗯、可以看得到。哎，好的，可以，很顺畅，很顺畅。我现在是到宝箱房外面了，有延迟吗？没有延迟，没有延迟。哦，你是宝箱的话，没事，你就直接说吧，我可以听你里面的声音。嗯，行。我那我现在声音你能听见吗？能。但是你听不到声音对吧？就是游戏声音听不到。游戏里的声音能听到，所以你那个声音来源把它设置成有一个麦克风，还有一个什么音响之类的，就是扬声器之类的，你把都勾起来就可以了。勾起来。嗯，游戏声音我压根就没开。这样可以听得到吗？啊？游戏声音我就只开了那个眼泪的那个扑棱扑棱的声音。其实我觉得这现在跟那个 Steam 的那个直播差不多。要不我们用 Steam 直播得了，我再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东西。不是，没事，你就用这个吧，因为 Steam 我看着很卡。但是如果是我开直播，你还会卡吗？就会啊，就是我反正我看你我就会卡，你就用这个吧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行，你是听不到什么声音，你能听到发烧眼泪的声音吗？那行，我就是没有开其他音乐，你可以自己开你喜欢的背景音乐。啊，没事，这个没事，这个我就听你说话就可以了。嗯。我可以保持沉默，你如果是有观众的。哇，两颗魂心，天，惊了。比较难打。
关键是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感觉没炸弹，没钥匙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钱。唉。闹了，订阅一下。我看看，赌博房，下，还有一个人是我自己。You feel blessed，这不是教皇帽吗？教皇帽有什么作用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没有什么用的道具。我一般不太会去看这些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 Rebirth 特有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我吃过的所有道具会显示在右侧。Afterbirth 可以吧？我看一下，是 option 里面的 filter。哎，不对，哎不对，是 pop-ups。这个。哦，是 extra hard。对对对，在 option 里面有一个 extra hard，你打开之后就可以显示。哎呦，全屏伤害，全屏炸弹啊！就这玩意儿，可坑逼了，这玩意儿。哎，我去趟赌博房，我受不了了，没有炸弹，没有那什么。他不能什么都不给我。哎呦我操！不能这样对我呀！Shit！啊，给我两把钥匙，nice。Shit，没钱了。这个就炸不了了，shit！但是这里面的坑逼，lost 了，哎呦，
哎呦，哎，我的书用不了，shit。嗯，最不会打这个了，哎。哦，对，我有一个 revenge。我原本想用书的，哎呦。这个什么鬼也来看我的直播了？哎，我怎么一下卡起来了？我怎么一下子卡起来了？哎，我的 Steam 退出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确实没道理啊。上次也是，你看我 Steam 直播的时候我就崩溃了，退出了就。好吧，那我得重新启动一下以撒。这样啊，nice nice 对，那 nice。时候我们都觉得好，就是没有，当时没有坚持走直播这条路线，不然说不定现在已经是知名小说家了。著名主播。对，就是因为 Isaac 我们 and his 当时 mother 就是 lived 最早 alone 离 in a small 开 house 地 on 方 a 的时 hill. 候，那时候真的几乎没 Isaac 有 kept 人 to 了。himself, 我跟我几个 drawing 朋友是 pictures and 最 things. 早一批就是做饥荒直播的人。后来我们就因为我是本科毕业啦，然后就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我就没去做了。啊。开始了啊。哎呦，刚才发生了一点问题，那个刚才那是 daily run，所以一旦 daily run 中途退出了之后就会，daily run 就是每日的一个挑战。我游戏怎么现在又卡起来了呢？不行，有点卡起来了。